哇，这个时候这个库玛丽这个门啊，终于开了啊，然后等了很长时间啊，那我们就一起进去库玛丽女神的庙去探秘一下。现在趁没人啊，跟我第一次看看没人的这个库玛丽庙是什么样子。哦，哎呦，我的头在这撞了一下，刚才看到了吗？这个地震后的这个库玛丽庙啊，四周全是用这种木头给它顶着的啊，不顶就整个这个房子就塌了。哇，小老鼠！其实这个庙是一个挺重要的庙，因为里面供奉着这个库玛丽女神。说起这个库玛丽女神呢，她有一段非常不平凡的来历，我给大家讲一下啊。历史追溯到16世纪的马拉王朝。有一位国王常常与天上的塔雷珠女神一同玩投骰子游戏，女神告诫他说不能让其他凡人看见自己的身影。可是一天，王后却尾随国王走进了宫室，女神大怒而去，并警告再也不会保护这个国家。国王哀求后，女神松口说自己会附身到一位施家族女孩身上，于是挑选女童的过程开始了。按规定，女童必须从未生病、流血、身上没有任何斑点等等具备32种特征的女童才能被称作库玛丽，即处女神，一生不能向信徒袒露自己的表情。传说如果库玛丽女神退位后与凡人结婚，丈夫在6个月内必死，这一诅咒让库玛丽孤老一生。我身后这个就是库玛丽的这个露面的这个窗户啊，然后据说呢每天下午就会出来跟大家见面啊，那我们就等一等吧，看看他这个灾难之后露面是什么样子。哎呀，我来汇报一下啊，这个呢库玛丽女神呢我见到了啊，女神的见了我呢，她是跟我就是直视啊，但他没有任何表情啊，为什么呢？据说如果女神呢，如果看你啊，如果有发生了任何这种表情的变化啊，就是不好的。Because he can see only you, you know, not nobody there. Otherwise, you know, many people also. Many people, yes, yes. People they cannot see. Many people also they cannot see, you know, coin, you know, I collect in different country money. If you have some small money from your country, not a big one. No, I'm no. Thank you. Hey, 我在这边，在那自言自语在说库玛丽啊，你看那几个当地女孩在那嘲笑我啊，觉得好像没见过女人一样。由于库玛丽女神庙内不准拍照，为了让更多人亲眼看到库玛丽女神，雷县长决定走进女神家中采访。面对这高超的难题，女神能否保佑呢？这还是个未知数。现在我身后这个呢神庙呢，就是整个加德满都谷地啊最高的一个神庙，叫做云亚塔波拉庙。云亚塔波拉庙呢，之所以在这次地震中呢没有倒塌，就是因为它非常的高大雄伟啊，非常的强壮啊。哎呀，这个大叔在给我推销这个化缘的钵啊，他还鼓励我出家啊，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我确实用不上啊，我用它这个出家我当法海吗？当我8000，8000也太多了吧？太贵一些，2000卢比啊，2000卢比，贵太贵，2000卢比。有黑有棕有黄，估计自己吃剩下的核桃穿出去的，开玩笑的。因为他们这边就是因为中国人多了，这个才收的很多。哇，知道我这个身后是什么车吗？这个就是啊，库玛丽女神呀，坐在这车上花车巡游的一个车啊。据说每当这个节庆的时候呢，库玛丽呢会坐上这个车呢，环游整个城市啊。库玛丽，库玛丽，开了吗？库玛丽，八次。
Aspect. Gracias. Aspect. It's Finis. Huh? It's the second 5 years Finis. Oh, Finis. It's second 5 years. Made a new coat. Happy New Year. New coat. New coat, yeah. Made a new coat. Yeah. Okay. 所以说我们这次来啊，是看这个库玛丽的这个战车的最后一面啊。Finish 啊。因为提供不定 I have done. You go. You look fit.不，他，no， 按照那个，这是什么？哎呀，七磅的，重的，金的，800人民币啊！800人民币啊！哎呀，800人民币太贵了。不太贵，每年买在那里是3000人民币，你最低多少可以？最低？1000卢比。那不行不？15000卢布可以？最低？1000卢比。那不行不？人民币？我不需要。一千元钱的不可以。三千不可以 ，OK， 8000卢布可以。一千五元钱的不可以。我没有钱。Last price how much? Last price you？ 1000、3000的不可以。OK， 300人民币呢？300人民币。哎呀，没有，我没有钱，你别以为我是 rich man， 我人民币。Poor man， no。I am poor man。No， I'm poor man， 我没。100。你要不要？要不要就走。好。谢谢。啊，不用谢。OK。比给那就给那些小朋友给一些钱要好，像菩提子啊，在他们这边树是很多的，满大街都是个树，所以这东西其实在当地啊也是很平常的一个东西，但是他们见了中国人会卖很高的一个价格。订阅冒险雷探长节目，雷探长会每周抽出幸运观众，寄出亲笔签名的限量版明信片和更多国外奖品。只要打开冒险雷探长主页，鼠标点击订阅，你就成为了全世界最幸运的观众。University? Yeah. Oh, yes, you painting? Yeah, no. Oh. Art student. Huh? Art student. Art student, yes, yes. I think you're art. 现在呢，我来到了这个尼泊尔的一个皇家的图书馆哦，这个图书馆呢叫做梦想花园，但是没想到来了之后呢，发现哦，这里面的这个美女特别多，那要不然我们去骚扰一下，然后问问这些女孩一些问题啊、哦，哇，这边的女孩就都是在这边啊、臭美啊、哦、拍照自拍啊，或者是被拍啊，就特别喜欢拍哦。Are you Nepali? Nepali?You look like Indian and yes, Bollywood movie. Yes, star, yes. No way, Nepali. Yes, Nepali, oh, yes, yes. Yiminho. Yeah. Yiminho, yeah, 都知道。He's so cute. He's so good looking. Why like Yiminho? He's so good looking. Oh, handsome. Yes. And rich. I don't know. Handsome and rich. But he's handsome. Oh, handsome, oh, yes. Alone. Yes, alone.You want to go to China? Yeah. 我找了一个人帮我拍集体照。Look at Ali. It's good. Ah, yes. In picture, I'm face no black. Hello, I'm pretty sure from Bonita. Okay. I'm Shivanari from Bajpati. This is your picture, Sharma. Okay. What's your name? Oh, my name is Lei Tanjang. Lei Tanjang.哇，这个建筑都快塌了，然后这些人还坐在这个写着这个危险地带的这么一个牌子下面啊，在喝奶茶哦。不过他们在冲着我笑，那为啥要笑呢？那我们就是过去问问他们吧啊，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Hi, hello, you know me? You know meet me? Okay. You Nepali?Yes, I'm Nepali. I look like Nepali? No, you look like Korea. Korea? Korea, yes. Oh, yeah. Liminho. You love to travel alone. Yeah, alone. If we go travel anywhere, then we take friends. This is the machine with friends. If I tell you our address, Facebook address. But now I'm not internet. I'm at Shenzhen. 尼泊尔是享有第三种人身份的国家，因为变性人的数量占全国人口的5%，他们潜伏在人群中，平凡而质朴。随着2008年尼泊尔从王国变为共和国，
变性人也成为了加德满都秀场的热门，但也有一些沦为街头时尚女招待。雷探长加了这三个女孩的社交网站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说雷探长呢通过一个短片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哎呀，你说这雷探长容易吗？找个女神就这么难找？Excuse me, Kumali Temple in No. Just 5 minutes from here. 5 minutes. Okay. It's not. No. Oh, in there. Oh. Hi. You know Kumali? Kumali Temple? Kumali, yes.Excuse me, you know Kumali in where? Kumali. Kumali. Yeah? Kumali. 好、oh, 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寺庙，这么隐蔽啊。Kumali. Kumali? There, oh. Okay, thank you. Kumali. 啊、huh? Kumali. Kumali Temple. Kumali. Yes. 哇，这两家指路还干上了，还给我指左指右啊。哎，好。Okay, thank you.Shoes hold there or there? Okay, okay, thank you. 哇，就进来了。这是他家，后面好像是他们家的妈妈还是佣人啊。哇，没想到这库玛丽他还画过这个画啊，画的是这个机器猫。哎 ，Sorry, you Kumali's father? Father? Father, yes. 哦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哇，真失敬啊，我还以为他们家佣人，原来是他 father。哦，对 ，Family, yes.少拍了一点点，其实就是 OK, come in. OK, OK, 进来了。哇，要参见这个活佛活女神。Hi, 带个手电。OK, Namaste, Namaste. 哇，那我把这个包放过来。那我yes, I'm. You want to sit down and blessing? Oh, yeah, you.You help me take? Okay. Okay, okay. Wow, 这边就给我点一个点啊。好 ，Namaste。祝愿这个朋友们身体健康啊，就万事如意。因为他们是女神，不能够采访，那我们就多一些祝福吧。但我觉得这边呢也是挺不容易的，啊，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女神啊。我得给他钱了。哇，这边是。哇，这边很漂亮啊！他这个。Every day. Sit here. 这个他父亲用这个哑语说
他这个女儿呢，就是只有这个做法的时候啊，接客的时候才这样，平时都睡在地上。This cook, this Kumali, sleeping here? No. No, no, that is you're sleeping. No. No. Please. Please. A lot of people. Yes, a lot of people come here. Yes. Okay. 哇，现在呢，这边的这位是他的这个父亲啊 ，father 啊，他呢每天就是抱着一个库玛丽，库玛丽的脚呢不能够落地，不然就不那么神圣了啊。应该说生活也是比较贫苦的，所以说我们有幸见到了库玛丽这个活女神，真的非常的荣幸啊，非常的荣幸。那么刚才我也给大家就是这个。问了两个问题啊，真的是已经算是如愿以偿了。大家满不满意呢？刘先生很不容易的。Thank you, thank you。哇，我怎么要出去了？啊，这边的。库玛丽 ，Thank you, 库玛丽。其实我已经很荣幸，很荣幸了，因为库玛丽平时不见人的，就因为这次呢地震啊，这个库玛丽呢就是住在家里面啊，然后她就是有机会啊。我其实真的是厚着脸皮才见到了库玛丽啊，真的太荣幸太荣幸。马拉王朝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波中，火女神库玛丽的交接却还在继续着。在这个全世界的人都想变成神的今天，其实当好一个女人比当所有人的女神更幸福。一排排倒下的废墟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雷探长将走进灾区危房，继续发现尼泊尔的众生百态。